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NL 后备小金，改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呢，是一个绝版的一个 Comic 的这样一个头雕模型啊，它的编号是 KM15-25 吧，这应该也是绝版了，我在淘宝上淘来的，应该是最后一个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它的成色如何啊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包装盒，都是很旧很旧的了啊！我们看一下，15-25写的是15-25啊，这个本来原来的原厂的打印都有点看不清了啊。59啊，这个是哪一年的？是不是15年出的啊？我们看一下，头雕啊，它这个珍珠棉啊，泡沫，看一下15-25，哦，看一下。居然还有头发啊！我看一下，这款确实做的还不错啊！我看一下，哦，它是后面那个马尾辫还有头发，我们看一下，难怪这个要150啊，做的还是非常贴身的啊！前部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整体成型的这样一个塑料的吧，类似塑料的啊头发，但它后面这个头发是这种放头发的啊。面部做的还是非常逼真的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这个睫毛的刻画、眼珠这种水晶莹的那种感觉啊，水汪汪水晶莹，然后这个嘴唇的感觉，我们看一下，远处看还是非常非常的逼真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大家有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是不太清楚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KNL 胡小金，如果大家多收看，请记住一定要关注我，拜拜。